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去钓。再跟大家讲，再解释，哎，朋友们对不同节目感兴趣程度不同。我们在石头去钓上呢，跟大家介绍新闻的梗概，会跟大家，有些朋友不愿意听全文，讲听新闻梗概，我们做一个新闻梗概，然后节目的整个全文引入到其他的地方去，你点击下面的连接就可以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很感谢。那目前的美国的取消文化呢，在社交媒体当中太凶了，啊，太凶了，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保证我们在有关相应的新闻当中，这里面涉及到取消文化，涉及到大疫情的真相，疫苗的真相，啊，包括像法国实施健康卡，类似中共国的做法，这些都会被封杀的。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述，这样真正把石涛 TV 做起来，五个到六个不同的 channel 频道，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希望朋友订阅石涛 Radio， 在下面同样有订阅连接，在那里面没有任何这些麻烦，所有的节目你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听到，这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原来说过一语成谶，那石涛成为了敏感词，聚焦成为了敏感词，石涛 news 成为了敏感词，在 YouTube 上从来我没想到过，从来没有想到过，但这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看到中文普通话的媒体自媒体以这样的方式播报和这样的能力，没有。所以订阅石涛 Radio 一个月9.99块，跟 YouTube 的概念差不多。 YouTube 你花这个钱可能比这多，是没有广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YouTube 的转向跟当年的微信差不多了，所以你订阅石涛 Radio， 所有的内容都在其中了，啊，所有的内容都会第一时间听到。民主党人逃离了该州，但德州参议院通过了投票法案。那德州参议院通过了投票法案，那德州的州长已经发誓要把特别会议的时间，特别会议的时间延长。延长到足够逼迫民主党人回到德州。